这么多鸡蛋啊？哎，美女小姐，这是我家的。杨梅头，这鸡蛋又没写名字，你怎么证明这是你家的？我们家的鸡都是散养的，所以我每天都要来这里收鸡蛋。虽然我们是亲戚，但是我们也要亲兄弟明算账的。那行吧，鸡蛋还给你。你看，你还抢回我一个鸡蛋，你要赔我两块钱。这个也要我给钱啊？那当然要的。那我微信转你好了。这么爱骗小妹子。
吃的。哇，今天做这么多菜。杨飞头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今天两块钱还没给我。行，我现在就还给你。现在只要两块五八不够了，要二十了。怎么涨价了？小兵又给你拿了几块鸡蛋是吧？一共十个鸡蛋，两块钱一个，二十块钱。来来，给你二十。不过这人怎么这样？哎，别管他，吃饭吃饭。我滚！差点在我头上了。小英两口子怎么又吵架了？我真的没钱，上次还梅花神的钱还是我姐借我的呢。我滚！到底是谁不是记者？阿平啊，你快来呀！怎么了，阿娇？小英又跟你妹夫吵架了，都快要把电视机丢下楼了。啊？那我马上过去啊！谢谢你啊，阿娇。婆婆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小姨跟你小姨夫又吵起来了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救命啊，这是要把房子拆了呀。哎呀，好吓人啊。我真的没有钱，你打死我算了。他拿着我换来衣服，你年终赚的钱都去哪了？妹夫，你好什么好？阿平，你来更好，你来给我评评理。有话好好说，大过年的别吵吵，邻居看了影响不好，到底怎么了嘛？阿平啊，小英太不懂事了，你表哥家嫁女儿，他连学费的钱都不给，你说我在亲戚面前还有什么脸面，以后还怎么混？不是姐说你，小英，这事啊你做得太过了。姐，你给我闭嘴，错了就是错了嘛。妹夫啊，你先消消气啊，我替小英给你赔个不是。算了算了，看在你姐的面子，不跟你计较了，我去朋友家吃饭了。我家里来客人了，你不烧点菜吗？儿媳妇，怎么跟你姨夫说话的？快去楼下把垃圾清理一下，快去快去！哦，知道了。姐，怎么还帮这种人说话呢？你以为你姐傻啊？小英啊，像这种人渣了，不值得我们跟他废话，夸他几句，让他走就是了。你被狗咬了一口，难道你要给他咬回来啊？你给他一根骨头，从此以后他见到你就摇摇尾巴。姐，还是你聪明，这种人渣都被你说得服服帖帖的。表哥家的份子钱你怎么不给他呀？我给他了呀，他昨天打麻将输掉了，又跑过来跟我大吵大闹，真是个人渣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个欠村里小卖部1280，还有这里阿明的肉店974。这是到处都欠账啊。宝贝，我来喽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家里有事走不开了，别生气了，生气就不好看了。来来来，亲一个。不要，人家刚擦了口红，等下高兴了。姐，还有这些。行了，再算下去，把你卖了都不够还的。表哥家的份子钱我先帮你垫上了，吃酒还是要去的。姐，我不能老借你的钱啊。婆婆，下面我都收拾好了，那我去买点菜吧。美丽，你别去，小姨带你去外面吃点吧。儿媳妇，你去买两个菜，我们随便吃点好了。哦，那我去了啊。姐，你
好有福气，你这个儿媳妇太招人喜欢了。是啊，这是我们祖上积德，阿宝能有这样的媳妇，我就等着享清福了。小英啊，你收拾一下房间，我去厨房做菜。姐，怎么每次来我家还要你给我烧饭呢？你姐呀，就喜欢下厨。春去秋来，我怕等不到你的爱，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，谁能看见我细腻的泪，闻不到梅花开的香味，多吃点菜啊！婆婆，我就喜欢吃你烧的菜。